请女生这边的队长小可帮我们丢骰子，丢到谁谁就出来表演第一个。我本来以为我是压轴的呢。哎呦，别想了，你的先唱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因为唱会比较好。接下来的表演是什么嘞？大家以为我只是要唱一首歌而已。对，我唱的不只是。志颖哥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把骰子捡上捡起来吗？干嘛踢我自己？志颖哥，你需要 stand 吗？要。你还要 stand？ 有没有那么专业？一般看到 stand 就知道这个表演不得了。嗯，对。我要带来的表演是大好就大坏，是模仿新人，模仿。模仿大佑，哎呦，很难呢。你确定？当年的歌声，因为罗大佑他很难模仿，是因为他都用了很浓烈的那个喉浊音。嗯，什么叫做喉浊音呢？喉音，可是又很浊，是痰音吗？哎，就是你要感觉想象中你有一口千年的老痰，千年老痰。那有时候罗大佑模仿不好会变章鱼，因为他们其实在一线之间呐。嗯，哇哦 ，PA 请开啊 ，Echo。哎，嗨 ，Hello， 万字万字，最后最后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很像吧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不想丢钱。想当年我的家是大一四八，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，大家一起来。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人们，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。高潮来了！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铜墙，推上了水泥墙。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门上的一块。可得这么几句话，子子孙孙永保佑，把世世代代传香火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这个年过，我们明年见。这个年难过了，这个年难过年的了，过年的。好不舒服哦！不是你，如果早点出专辑，那个刘子谦就没有在这个歌坛立足的地方了。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，懂不懂？你们觉得像吗？我觉得不像，像不像都没有关系。但重点是你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基本上只有50%。哎，而且不准 ，pitch 也不准，什么都不准。而且要么就带给观众一点效果，但他没有效果，就一阵的那个哦痛楚。有，我们都催泪啊！我们两个的惩罚。有，我看到那个盛梅姐一直在擦眼泪，而且。老师唱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给了100块，但是唱完之后他把100块收走了，那不值得。我们在里面六个人，谁看过这段表演？哇，你看六个里面就有现场听过，你还拿出来丢人现眼，同一集录的，但是好难过，没有诚意。我们想说他这一次会不会血池？对，他说增进，结果进阶版，结果哎一样啊，一样，没有进步，一样。好了，不过玉林哥，你可以获得掷骰子的权利，真的哈，决定你的对手是谁了哈。来来来，我好痛哦，女生紧张喽。对，谁要出来 PK 呢？这个在你干嘛看我的照片？选我，选我，请喜欢我的照片，选我，选我。就是我希望能够选到。给我手颤抖。来来来，我在现场，请照片。就是他本人吧，好神哦！我们真的不行了，好有缘哦！对，我讲真的，
真的，其实喜欢他的不是我啦，是白云哥啦。啊，是是。白云，听一下来，听一下来。我到底要喜欢你老婆还是喜欢小甜甜？只要是女人，你都喜欢。阿甜甜今天带来什么样子的表演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最近啊，就是到新的一年啊，我要教大家跳一个很红的舞，叫爱爱舞。那我希望呢，每个人呢，其实今年过年都可以好好的传宗接代，生龙子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玉林哥一直说他是那个社会观察家界的獒犬，所以待会我也想要就是跟他互动一下。爱爱舞哦，玉林爱舞爱舞，稍有涉猎。对，今年能不能当爸爸就靠自己。对，而且我要特别讲，就是真的很用心，因为我这个衣服跟那个鞋子都是跟拉力帕 F 的威廉本人借的哦，而且这是他们最新的那个打歌服，然后这次是那个小玉舞蹈的小玉特别帮我加强教我的。哇，本人穿梭。那我们就掌声鼓励甜甜的爱舞，爱舞，拉力帕衣服爱爱舞。好有劲哦！哇塞！他们这嘛是对准齐名，摄影棚大地震了啦！会不会太短暂了？会不会有点没有？你跳这个舞需要花五分钟换衣服吗？重点在整套，刚刚稍微打个盹，它就结束了。对啊。这怎么会那么简短嘞？这很难的，你来。可是跳舞真的很难，真的是要下半身的腰力，对，因为你的体力不够支撑下去嘛，所以才20秒就砍掉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们这个舞就是这样，没有。我觉得他是在暗喻那个沈玉玲学了这套舞就只有20秒钟，不是啦，不是，我们跳20秒钟就可以赢，就赢定了。我好歹刚刚他那首歌也唱了1分半钟哎，没有关系，都会剪掉，都会剪掉时间。我们是比这个精彩度，对啊，对对，精彩就好。阿凡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俩的表演显得小虾模仿费玉清超级精彩，好过分！你这哪会？前面小甜甜因为大家不太了解他，小甜甜是一个舞蹈白痴，他是舞蹈永远不在拍子上的，这个是我少数看到他已经算是在拍子上了。对，因为你就之前连马国贤还教我音准呢，在有台的歌唱，你确定轻轨拿药单呐？你怎么叫马国贤教你呢？至少人家展现了实力啊！对啊，看你宝贝行，注意看你口口行。好啦，郭甜甜接下来换你掷骰子，换你掷骰子，我们决定下一个才艺表演的是谁啦。如果不小心又谁到陈玉玲，我们不会安全之吻吧？我还会模仿章鱼。不用，不要，我们不是两看。不要玉玲哥，拜托不要。好，我啦，好。表演，哎，我想要自弹自唱我的一首创作歌曲。那你要模仿罗大佑吗？没有，唱自己就好，唱自己就好。好，来，掌声欢迎。听春风拥着晚霞，吻你的脸颊。如果你也在看着夕阳。三生石还刻在曾经有你的地方，但毕竟不一样。我凝望你当时离开我的方向，寻找记忆中你的模样。你曾说别怕缘分到尽头不肯放，怕不怕都一样。独自凭栏仰望天涯海角，一人一人在何方，却桥梁断蝶恋纷飞西鸳鸯。风吻上了彩霞，白云千卷这朝阳，为你写首曲化成思念的衣裳。物换星移，光阴蹉跎，但我的心不曾更改。这些年我一直等着你回来，无奈这时间啊，慢慢腐朽我的年华，斑驳眼泪让它成霜。无奈这时间啊，慢慢腐朽我的年华，
落花之前与你成双。为什么要唱到白云哥的名字？不是，就是有他的那个名字，对不对？有。柯凡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我开心好不好？而且在他告别式的时候拿出来看，过年了，他就没考。你里面是不是有写到什么怀念？对，有。那一句是白云浅卷着朝阳，为你携手曲化成思念的衣裳。这很有深度，不适合白云哥，像写诗。而且这很有深度，我不相信是你写的词。所以应该写成白云浅卷着便当。对，比较适合他。中国风啦，中国风。你刚才弹这一首啊，在电视机前面呢，有人打输麻将，现在哭得乱七八糟。对，不要。这首歌过年，这首歌名字叫成双嘛，成双打麻将才会碰碰火，一定要有酱就对了。碰碰火，你看你的朋友，你在那里很深情唱成双的时候，他在后面聊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江伯乐有一个袜子可以拆小。”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因为过年应景啊，应景。柯凡的曲风哦，会有一种给人家那种空灵的境界。空灵，那空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放空。啊，我就突然想起，我前几天有帮江伯乐卖踩小人。厉害的就是第一条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昨天除夕喝太多了。对，就还在宿醉。我本人表演什么都不会，就是劈腿厉害。哎，一段就是个人无私自通的软骨功。哇，他自己就是一个厨余。哎呀。